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最新的资讯跟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讲的主题是东山火龙果节。这部一开始，咱来先看一段微电影。电影看了，咱开始讲咱今天的主题。咱知影吼，台湾是一个宝岛吼，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到真好食的这个水果吼。咱台湾的水果是既好吃又便宜，尤其是到每一冬吼，像这个时阵六月份到八月份哦，伊的水果的量上介多，啊，水果的种类嘛上介多。咱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火龙果吼，那么伫咱六月份到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吼，这个时间的可能拢会当吼食到这个火龙果了哈。如果那是客灯照哈。可能一年四季拢会当食这火龙果哈。那么伫咱台南吼，包括讲东山啦、柳营啦哈，啊，搁有南势，即个所在拢有种植哈，这个火龙果。那么咱市政府哈，伫每一冬哈，这个八月份哈，都会来举办哦，这东山火龙果节。今年的这个火龙果节就伫八月二号了哈。那么马上。望乡亲朋友呢，大家做伙来参加哈。那么今天呢，邀请到咱东山区这个主秘张正南主秘呢，要来跟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这个东山火龙果节。这不一开始，咱先邀请吼主秘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照哈。主秘你好，你好。他都咱讲火龙果哈，火龙果哈很漂亮，红色的哈。这个火龙果在咱的这个市面上啦哈，红色很讨喜。我先来拜拜哈。好像火龙果嘛，就适合啊哈，因为咱台湾人哈，就是很喜欢喜气嘛哈，这些火龙果应该也是很适合哈。不过我的记忆哈，好像小时候我等等唔捌食过火龙果嘞，这些火龙果好像是一二十年我才开始发现它在水果摊上有哈。咱台南哈，像咱东山这个所在，咱种火龙果差不多有偌久的历史啊？咱这个火龙果哈，离咱东山是。大约是即个2001年的时阵吼，咱引进来咱东山来栽种的。啊，伫倒引进？即次算为国外，大概应该是为越南这边家。
啊，这个多开始是他十公顷尔，啊，买手吼，就是吼，就是这个品质吼，愈种愈好，啊，所以吼变成讲吼，这个大家拢感觉这个火龙果吼来种吼，应该对这个算讲，会使改善伊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变成吼这个。咱的火龙果的面积吼，为十公顷，即马变成差不多100公顷，所以经济价值很高。对，啊嘛非常的这个营养啦。所以迄个咱伫东山家种植这个火龙果的这个农民真侪。嘿，对。听讲吼，这个种植火龙果好像也不是很困难呐、啊。无唔对，伊的这个应该讲伊的入门不会很困难，也门槛不会很困难。那么应该是讲吼，市场的这个接受度嘛足高，啊无伊种啊侪嘛无人买啊。对，所以就是讲，咱一般的这个民众吼，对这个火龙果伊的迄个算讲，也蛮喜欢去消费去购买这个火龙果啦吼。那么听讲吼，这个火龙果伊的种类足侪，有25种。是。哦，那很多种品种嘞吼。啊，咱咧食的时阵哦，当然看到拢安尼啊吼，啊，咱也袂晓闻啊，是不是吼，请咱那个主秘甲咱介绍一下？谢谢主持人吼，咱的火龙果吼，大概会使甲大致甲分为三大品系啊吼。第一大品系就是说它是红皮的红肉，对。吼啊，第二大品系它是红皮白肉，还有第三个品系是黄皮白肉，这个好像很少。对、啊，所以我们东山的主要是红皮红肉哦，嘿，这个是最占最大宗。啊，红皮跟红皮白肉，咱底下看拢红色的嘛，哈、啊，但是伊内底是红的啊，是白，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啊？因为即马品种吼、改良甲吼，拢其实吼无啥好分啊啦，啊，所以大概会使红皮红肉应该是迄个比较圆的。啊，如果是比较长型的、那个可能就是比较有可能偏白肉啦。但是现在嘛，就改良个吼，嘛是用有那下椭圆形的，切开也是红肉。所以吼、你那是去水果摊咧买的时阵，就是你那看较圆的，好，迄就是迄个红红吧。啊，那是较长滴的，剩下迄个有一点啊，可能像椭圆的，像迄个橄榄球安尼，好，可能就是白肉。但是嘛，有可能红的，啊，唔知问头家较紧。对，因为吼、你也别当讲切几块，我买白啊，这个得红的咧，安尼我不爱买吼、就是咱先问。头家其实头家拢知啦，对，头家拢知影讲这是内底是红肉是白肉啦。那么红肉甲白肉吼，其实它口感不一样，吼，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咱这个红肉这吼，因为这个咱这个阮东山主要种的是红肉的这个大红，吼，阮讲大红吼，伊这肉就是吼，它就是它的肉伊算较 Q 软，啊，不管你是迄落无喙齿的囡仔，还是讲吼这个。无出去的老人吼、来食这个吼，拢无困难，拢做很好入口。是。啊，至于说这个那个白肉，这个就比较那个爽脆，它的口感就比较爽脆。这个部分是在插在这边。啊，一般吼、消费者较爱食白肉，还是爱食红肉？伊目前呢，这个市民应该是拢这个红肉，红肉较济。咱东山种红肉较济，是因为伊的。气候土质，还是因为市场的关系？应该是市场吼，会接受度吼，嘛是这个红肉会较接受。啊，像红肉甲白肉，因的迄种营养的这个成分敢有相像？有过了无同啦，因为咱这红肉的，伊主要就是讲有一个甜菜红素吼，所以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这个红素哈。啊，这个白肉伊就无。就无这个天然的酵素，这个天菜红素这里面。那么一般的那种营养成分都有，比如说维他命 C 啦，对，花青素啊，花青素哦，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果胶，这个都有。那么就是讲，这些营养素啊，是，讲按价的给料，对咱的身体到底有啥物帮助？因为咱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哈，交这果胶对咱这个。咱这肠胃的蠕动吼，因为用非常的有帮助啦，所以变成讲咱讲，
比较排便比较不顺畅的哈，吃到这火龙果哈，真正是变得很非常的通畅。所以讲哈，有当时啊，尤其是一寡老大人哈，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比较他容易有便秘的这种情形哈。那我们用天然的东西，唔卖去用那个吃那个吃药啊啦，好，又是说用那什么通便的啦，嘿，对咱的身体有侵入性，有时候吃药啊，对咱的身体嘛是有伤害啦哈。也用自然的方法哈来。帮助你排便哈，那么咱只能用自然的方式，就是讲哈，食这火龙果哈，那么伊也当帮助你排便，而且我看它甜度好像也还不会高到哪里去。医生讲吼，如果那是这个红肉症吼，伊甜度较悬，啊你那是白肉的吼，伊甜度就稍微低一点。啊，一般啦吼，咱总会知影啦，这个火龙果的水果啊吼，啊切几条当食啊嘛吼，啊它有其他像我看吼，人家用这怕这果酱，吼哎，果子打起来很漂亮，因为红色嘛吼，很少有这个水果吼打出来是这种这么鲜艳的红色哈。那么独条公，水果来吃，阿哥有打果汁，但阁有其他的红色，好像它还可以入菜哦。对，阮这个火龙果哈，阮这个嘛是有加尝试加入菜哈，它可以做这个火龙果的这个烤鸡。烤鸡哦。火龙果烤鸡，还可以做这个火龙果的这个糖醋鱼。哦，这款拢有尝试过哈，啊，个火龙果的这个那个猪排，猪排烤猪排，哦，那个很漂亮哦，对对对，用喜欢的就是那个风味哈，也是非常的独特啊，那个也都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对。那么咱就是每一冬哈，拢有这个火龙果节嘛哈，就是要帮咱的农民哈，把这个火龙果哈，搁个泡一面先较大嘞哈，因为毕竟咱东山的这个火龙果，我知影讲伫咱全台湾哈，知名度也很高了哈。啊，这个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啊，地疏啊一寡哈，这好像有一些农产品也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无阿多外销去的啦哈，啊是讲哈，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哈。并行哈停止因的销售哈，啊，其中吼基本上化为这个叫卖哥吼，扮为这个叫卖哥，逐工个伫咧化遐农产品吼，今日你卖山药，明仔载卖云丹吼，后日吼逐行都卖啦吼。那么即马吼，伊是最佳的这个咱的迄个农产品的这个代言人啦吼。啊，对了，即个吼，咱的这个火龙果，咱苦工说每一档拢会办嘛吼。啊，今年有啥物特色无？哦，阮今年的这个火龙果吼，当阮8月2号这个火龙果节吼，买咱邀请咱的市长吼，来到现场嘛，替阮叫卖吼，替我们那个推销火龙果吼之外吼，我们主要就是说，我们把火龙果吼，把它入这个披萨吼，就是做那个披萨风味的火龙果啊，我们会做那个披萨的这个火龙果，让那个。现场的那个来宾吼，来这个免费的这个试吃品尝。之外，我们也会做这个火龙果的，我们会开放那个让民众来登记哦，火龙果的这个自己 DIY 来制作火龙果的披萨。哦，嘿嘿，就是那一天，你在火龙果节那一天。对对对对。我们这次是在8月2号嘛，星期日。星期日哈，所以哦，今麦都个暑假即个中间啦哈。如果说家长哈，有的，那些要给小朋友安排因的即个暑假的即个生活哈，啊，买当来即个所在哈，参加咱即个火龙果节哈，啊，一方面哈可以看吃到好吃的这个火龙果，各自当家己去做披萨哈，对，寓教于乐嘛哈，大概哈，游戏中学习哈，好囡仔哈，即个丰富的即个暑假即个生活啦哈。那么咱哈伫即个东山的即个火龙果节，即刚8月2号诶，即个活动来带给我什么内容？咱即个火龙果节在8月2号，我们会跟那个我们的。东山区的这个摩安父亲哈的表扬，我们会合并的这个举办哈。啊，这个主要就是我们还会，当然我们还有做一些文创市集，我们还有当现场有一些文创市集的摆摊哈。啊，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消费满250的话哈，就可以免费的兑换一个。这个仙人掌的一个盆栽，一个精美的盆栽。那么咱也是讲，这个火龙果去刚去参加啦吼，当然有时候我们能够有价格有利啊吼，先到去算嘛吼。啊，附近啊，咱怎样？咱台南市就是迄个知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很多嘛哈。啊，咱在东山家，好，就是说我们可以玩一玩，还可以去哪一些地方？
哦，这是阮东山吼，就是这个东山的这个同名，就是东山丫头吼，嘛是伫这个公所附近尔吼。啊，东山丫头遮算规条街吼，这个东山丫头，啊，搁咱的这个这个东山的这个肉丸，啊，搁这个东山的排骨酥，啊，搁这个日式豆花吼，这东西伫工作家附近尔，啊嘛是拢非常的做有名，非常的好食。嘿嘿，是啊，咱东山呐、啊、吼，咱知影吼，东山唔是较敢那迄个火龙果啦吼，咱东山以前做有名就是咖啡啊，是、哦、啊，东山家有正经经，咱起码家有做正经经啊吼，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东山的经营吼，就算讲嘛是咱全台南的这個产量第一，嘛是全台湾产量第一。啊，咱这个经营吼，伫这个咱这个。这个立秋的时阵吼，就开始迄落大量的采收吼，哎、哦、啊，这个部分吼，嘛是欢迎咱这个消费者会使来东山吼、嗯，来采购咱的营养吼，啊，咱咖啡吼，伫咱这个东山的这个175咖啡公路家吼，嘛、是有这个二十几间的这个店家咖啡的店家吼、啊，算讲这个东山咖啡吼，算讲这算非常的有名，吼、啊，而且。咱这个消费者吼，那来这个火龙果节料买赛去175吼咖啡公路来品尝一下我们在地真正的东山咖啡。嘿嘿，啊，咱知影吼，迄、那个吴金金就是吴金金瓜，是，吼，啊有迄个龙眼蜜，哈，这是龙眼蜜嘛，吼，对，龙眼蜜就是讲一般吼，人家。好像市面上都会教人家怎么样去辨识啊，因为龙眼蜜是迄个算讲做天然的一个饮料嘛，哈。咱即马吼，大家拢最爱食饮料，哈。哎，饮料吼，哇，是各式各样，而且吼那个价位还不便宜呢，哈。但是吼，这种天然的吼，应该对咱的身体，像我们有时候饮料里面泡了很多的果糖，哦，这些果糖呢，假如咱的辛苦来在。不一定能够代谢掉、哦啊、果糖吃太多，累积在我们的肝脏，各变成脂肪肝、哦、那像这种就是讲这天然的这个龙眼蜜、哦，就是说，欸、它的这个天然的这個糖分呐、啊，哈、哦，对咱的身体的东西较无害哩，那有较大的这个伤害啦、哦、那么咱呐是讲哈、哦，要去辨识啊，这龙眼蜜。好是今天的假，因为哈，我们常常在市面上看到说有人买到假的，然后说实在我们都不太会去辨识。像我们那个竹蜜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阮东山的这个营运吼，算是这个种植面积算是全台湾统计、啊，所以伊的花营运花花期你开的时阵，哦，这个咱的蜂农吼就会把那个蜂箱移植在那个咱的龙眼树下，啊，所以吼、哦，在这个我们东山的这个东山所产的这个龙眼蜜吼、哦，绝对是100%的这个那个龙眼花的蜜，啊，所以说如果消费者想要采购的话，怕说遇到那个可能有掺杂一些果糖啊，或者一些国外的这个蜂蜜的话，就是可能要向我们的农会的这个去采购，还有我们东山有一个那个东和蜂这个蜂蜜工坊，这个就是有认证过的东和蜂，所以你就是直接不靠去甲农会买啦，是去卡。正版的迄个商店买啦吼，咱卖去旁门走道吼，去后边网络上购买，有时候诶网络上买到的物件不一定是就是有存呐吼，或者是讲去买到迄个仿的迄个龙眼蜜然后，那么在对了讲诶，你开钱吼，有当些浪费以外吼，有当些食落去个对身体健康无帮助。因为伊有可能加这个泰国的嘛是龙眼的蜜来加，所以变成讲无加点好。分辨，是讲伊哦，我知影，是讲伊嘛是蜜啊，是哦，啊，不过泰国的蜜无咱台湾的蜜较好，嘿，咱台湾的这个龙眼蜜足香的，嘿，啊，你泰国嘛是有银杏啊，伊嘛有银杏花啊，啊，所以伊嘛有银杏蜜，哦，啊，所以嘛有可能迄个较不肖的厂商，伊就是较凶嘛，用较劣质，对，啊，所以吼，嘿，所以嘛是爱加这个，这个咱这个。龙辉吼比较有认证的这个机构来采购会比较好。所以了，咱那是惊去买唔到，其实就是直接甲龙辉买啦吼，也是讲，而且我们龙辉的价钱应该嘛就公道呀哈。我怎样讲？好像产季如果那个销量就产季很多，咱的迄、那个
蜜的生较济，啊那旧的时阵，那个蜜的价钱就会贵很多。啊，今年算好算怎样？今年的龙眼蜜哈，价钱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啦，无足贵的嘛，无足低。也是一般普通的迄个价钱呐哈。但是去年就是去年就是龙眼花拢无上无开，啊，所以去年几乎就是无这个龙眼蜜啊，嘿。哦，哎，去年就足贵啊。对。龙眼哈，我即摆想到，迄龙眼蜜呐是讲咱咧买等于了后，哦，我们都不开封，它可以放多久？你若无开封吼，其实会使下下几日冻拢无问题。哦，是啊，因为我想起来，我朋友送给我很多瓶啊，有时候喝太多吼，喝太久就放着都忘记喝，啊，就一直放着，啊，一直放着，只要不开封，它不会坏掉。对。所以的这咱那是就是讲买等于了啊哈，我们把它保存好了哈，随时它可以冰在冰箱里面吗？我们都不建议不。放冷藏，常温下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开过了，也是在常温下、可是开过它应该如果没有赶快喝完，会不会很容易就坏掉、不会，不会啊、喔，是啊、喔，对，我等下看完到底蜂蜜有歹去无？因为有时候人家送啊，送很多，哇、当然了、一开始好喜欢，好喜欢，可是喝酒会腻。喝酒会腻的时候就不想喝了，放着就忘记。我们今天介绍，我就让我想起来，问到个布拉管底下的时候，实在我怕它坏掉了，因为这种东西说实在的，你如果没有喝到也是很可惜的哈。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咖啡吗？对，这是个是我们的那个绿挂式的耳挂式的咖啡。这个是果酱哦。对，这个是那个火龙果的果酱。火龙果的果酱，那很漂亮呢哈。对。所以。我想用草莓哈，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吃草莓果酱，夏天的时候吃那个火龙果的果酱哈，因为吃到是的物件哈比较健康啦，阿哥比较营养啦哈。像刚刚我们讲到火龙果哈，我们有讲到说它灯照的时候可以让那个火龙果的那个产期哈更加长。现在有些水果因为哈咱改良的关系，像以前我们吃西瓜啊，咱弄到夏天才能够吃西瓜，可是现在好像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吃到西瓜哈，就是咱有改良啊，够有用一挂技术哈，去增加伊的这个产量啊哈。啊，你也像迄个这个火龙果哈，我不是专家，我是听迄个农粮署署长讲的，他说我讲的迄东西农粮署署长讲的，我把它抄起来而已。然后他说这个火龙果哈，它好像如果灯照。它可以延长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火龙果，这理论上是可以一年四季、但是其实它真正的产季的话大概是五月到十二月、是它这个火龙果它这个季节、你如果十二月以后就是日照已经变短了、所以这个时候火龙果就原则上就比较没办法、所以你若要食的时阵嘛，是爱利用五月份到十二月份这时阵是产季啊吼。咱若食到是的迄个食物啦吼，东西吼，伊就是较好食。对。而且就是的物件嘛较俗。是。哦，你若唔是迄个就是的时阵咧买的时阵拢叫做贵的。对。好，那么咱就是讲东山啦吼，加咱帮这个农民推广咱的这个火龙果啦，还是讲咱这个农产品啦吼，有就是讲农民呐、当然伊较敢会用当在企业卖啊，会用当迄个店啦吼，人个迄种水果摊卖啦吼。那现在都很先进嘛吼，即摆大家拢走去网络咧卖啊吼。咱的即农民有诶可能年岁较侪，他连电脑、网络他可能都不会操作。咱是毋是懂迄个苦工所家会干到啥干？因为阮东山的即个火龙果吼，大部分拢是小农居多啦吼、所以因即摆就是算讲。咱东山农会吼，毛成立这个产销班、所以伫咱东山农会这个网站吼，嘛拢有这个小农的这个资料啦吼，啊个伫咱农粮署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生产履历的这个网站，只要打进去东山区，也是会把我们东山的小农的这个资料都会。
包含电话跟名字都会列出来。啊，那个消费者就可以直接安心，直接打电话给小农来采购，来买菜。因为起码吼有这个生产履历的时阵吼，咱的这民众在消费这个水果啦，是共同产品哦。那我们都知道它的出处里的，好，生产的是什么人哦。那么咱主人顾了了，咱就知影讲，这个小农哈，伊卖的这个火龙果，不错，很好吃啊。那么我们有，咱就讲咱在卖的时阵，找老主顾嘛哈，咱会去找咱较固定的迄个厂家，有阵时安尼比较靠信用嘛哈。啊，咱透过哈，咱这个网站内底，甲咱的小农伊的迄个资历啦哈，拢甲伊列进去。啊，咱的民众，因为今嘛足侪人少年人，啊，少年人哈，他们习惯在网络购买。好，啊，咱去网络购买的时候，咱就当甲咱买这水果啦，像这火龙果哈，啊，从这边一一了解，哈，它的来源是哪里哈，啊，咱在买的时候，阿伯啊，有一个信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哈去这个地方，哦，网站家己去订购嘛，哈，啊，唔免一定要去菜市啊，我看今麦做些少年人是无会去菜市啊，哈，啊，水果摊开很少去啦，哈，啊，直接从网络去叫哈就很方便啦，哦，那么今天感谢咱。这个主秘啦吼，最好咱主秘跟我相约，我会跟恁用心评讲。咱这个8月2号吼，这个阮东山的火龙果节吼，咱是为这个上午这个10点到这个下午的3点吼，啊，欢迎这个咱各位乡亲吼，各位观众吼，然后迎来咱东山吼，来这个买阮的这个火龙果，啊，来阮食阮的这个莹莹吼，啊，啉阮的咖啡吼。感谢大家，谢谢。那么咱市场到时嘛是会过去做叫卖个。是诶。伊最近迄个，甲咱的迄个火龙果有，也有去帮忙推广嘛。这个我是有听讲，就是咱有希望讲咱这個火龙果吼，说外销，处理这个去日本也好，还是去这个去这个加拿大这边吼。目前即马这个部分是。好像还在作业当中啦。咱台南的部分，我了解的是，还没有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以国内的市场为主。对对对对。啊，未来咱的计划就是，小去国家。是。好，小去你讲多几个国家。加拿大。嘿嘿。那个日本。哦。啊，那是讲吼，咱以咱即马咱台南东山的这个火龙果啦吼，咱销量是讲嘛是以咱台南为主嘛吼，啊，其他的县市也是很受欢迎嘛。对，因为我们火龙果的这管道的话，我们还除了这个，台南市这部边，我们也是销到那个北部，北部这边的这个一期、几期这吼，拢会归。都会卖到那边去。是。那么咱今天你好，功德这个火龙果啦哈，咱当然是一个真好食的这个水果，而且它很喜气，它是红色的，很漂亮啊。搭配哈，咱阁有其他的这个农产品啊哈，咱伫即届这个火龙果节哦，8月2号哈，啊邀请咱的乡亲朋友，大家来到咱东山区的这个，它在哪里啊？伫阮公所的头前的广场。公所啦哈，啊，所以咱民众若要去的时候，要哪去？咱这个会使这个，咱若开车的话，咱就为这个，为咱若是这个北上吼，咱就为这个柳营交流道落来。嘿，咱若南下就为这个白河交流道，都方便的。那它是早上还是下午？我们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啊，所以你就是哈，咱早上是去这个所在哈，参加咱的火龙果节啊，啊，洗刷呢，好不好？你也可以顺便吃到我们多喝这个营养嘛嘞。3级嘛哈，我们也可以马上吃到我们新鲜的这个龙眼，然后啊，给那叫你那红虎的这个农产品在这边介绍哈，感谢咱主秘，啊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弯弯，我们台南向前行，下次见。